大家好，我是花莲女子足球队郑怡绮，背号22，我的绰号叫T总，然后我打的位置是守门员。在升国中的时候是家人帮我报名，这次踢球是在国中，然后那时候还不会戴隐形眼镜，是戴着眼镜下去，然后那时候被队友踢到镜框，然后就流鼻血，眼镜破掉这样。上学年度的高中女子足球联赛四强赛，对，会有高中的时候要进入到延长又加时又到 PK， 然后是分数一直追平，一直追平，气氛会比在高中练习的时候还要更活泼，然后队友的沟通会很多，会一踢下去是会想到自己是那个的足球这样，突然放弃的话。不知道未来要干嘛，也舍不得离开足球。希望可以下场，如果可以的话，就可以下半场比赛。我希望你现在还是可以从事关于足球的这个管道，不管是踢足球或是干嘛。然后我也希望你可以沉浸在足球带给你的快乐里面。